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免费停车点，那就是旗山公园。它依托山头划分为三个主题区，石艺主题、花海主题和山林主题，有卫生间，有水，还有一个太阳能的健身亭，磁吸式的象棋、围棋。公园里种了很多漂亮的花朵，这里盛开着大花玫瑰、砖石玫瑰、树桩玫瑰等十多个品种。山坳间有百亩花林、亭台楼榭，利用原有的采石坑风貌打造人工瀑布景观，周边搭配广场、凉亭以及水车，丰富空间，绿化则以广东樱花为主题，打造樱花园。现在还不是花期，你们看花开得好茂盛啊。上午走的那一边，下面我们下午我们走这一边，这一半边的山路看上去会比较陡峭一点。果然快到山顶就能看到晋江的这里很多的高楼大厦房子。这里原来还有一条路往这边下去的，这里非常幽静，有空可以来走走哦。